是要来显耀我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比大家更好？反而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因为神的恩典因为贵教会的厚爱，也因为当然还有我今天还有特别遇到我赞美敬拜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启蒙老师Pastor Esmond 夫妇也在我们当中，还有好多的前辈都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我不是要去告诉大家，现在我比较有某方面的得着，所以今天要来传授给大家都不是，反而今天希望能够透过我的软弱，我的失败，或者所受的苦楚，然后让人看到神怎样怜恤我们，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引言嘛。好，我这边现在在这里要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耶和华的山。一起说，耶和华的山，哪一座才是耶和华的山？哇，耶和华是谁？神是上帝，是至高的上帝。刚才唱最后第二首歌，如果可以，我甚至希望是夫妇当唱到尊贵荣耀君王，他的名叫做耶和华，他是自有拥有的神。那耶和华的山，那座山被称为耶和华的山，或者我们用更白话来说，就是神山一起说神山。有什么资格可以称作神山？在马来西亚，哪一座山可以被称作神山？Kinabalu KK，OK，So，为什么它能够称作神山？我们知道芙蓉还有印度山还有这个 S2 恐龙山不是因为上面真的有恐龙还有我忘记恐龙山叫什么，还有很多不同的山山头，但是这些山头你会不会称芙蓉的恐龙山叫神山？不会称印度山叫神山给它。这么高的荣誉这个座山 Mount KK 可以被称作神山，因为它是最高的山。一起说最高的山高到上面已经写了4095米的海拔非常非常的高最高，再讲一次，最高才可以被称作神山一般高第二名都不可以叫神山那我要问在以色列，在这个，以色列这片土地里面，哪一座山最高？哇，你看我这是不大合格的老师，因为我问的问题答案就写在上面了，叫做黑门山，一起说黑门山。如果你在加利利一带四处游走远远的。你都可以看到黑门山的山峰虽然有点模糊基本上你都能够看到它。为什么能够看到它？因为它最高，一起说最高。有 Mount KK 一半2814米的这么高。黑门山好料在哪里？就是它在以色列的最上方，在北部。它因为它最高，所以常年会积雪的。当积雪以后，它不需要下雨，但是你发现它的水流从山上流下来的水是源源不断的。那它不需要雨水，但因为它最高，它上面积雪，然后融化的这个甘露哇，一起叫甘露，然后流从以色列最上方流到以色列最底部、最南部。甚至到死海通过了这个，那整条河从黑门山一路串联，
到这个以色列的南部那条河叫什么河？太简单了，哎呀，你约书亚过什么河啊？约旦河，对了，大声一点说，约旦河，对了，你是对的、哦、所以就大声点。约旦河是很长的河，约旦河的起头或者最主要的一个源头水的来源就是黑门山，所以我们说信靠，对吗？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山，何等的美。我看你们都没有听过这首歌，只有我这种老油条才听过啊！就好比黑门山的甘露流到耶路撒冷哦，很远啊。那弟兄可以和睦同居，这福一定会临到。那从哪里临到？黑门山就是最高峰，神的赐福啊，不是旁边的帮助，而是完全从神而来。所以黑门山可以是被誉为天上的祝福，一起说天上的祝福哦，因为它的水不是旁边来，是积雪啊，没有任何人的作为，然后流下来，最干净的水就在黑门山脚下。好，还有另外一座山，可能也可以被称作耶和华的山，就是叫做加密山，一起说加密山。你一去到加密山，你会发现广东话说，差不多可以叫做石鼓山啊。什么是石鼓啊？很多石头啊，很多大石块啊，有大的、小的，整座山都是石头来的。而上到加密山，谁在上面和假先知斗法？哦，最顶的先知可以把火祷告火降下来，是哪一位？对了，一起说以利亚。我有幸就是去旅游的时候上到这个加密山上面啊，那里有不少的人上去观摩观光，导游必须要用那些很特别的 microphone， 然后每一个旅客耳朵一定要塞一个 wireless 的 IEM， 就是耳机才听得到导游在说什么。为什么？因为加密山上很大风啊，呜，好像那个一样样属灵征战一样，呜，那大到一个地步，如果你站在屋子上面或者屋顶，你去看，哇，你要找扶手扶着的，因为那个风可以吹到我们，好像在海边拿着雨伞，那个风吹很大，哇，虽然没有经历属灵征战，你似乎都能够感觉那个地方是最佳属灵征战的地方，所以以利亚和假先知就是在加密山上哦，来斗的，当然耶和华得胜，以利亚得胜。所以讲到属灵征战赶鬼哦，所有的假先知，巴利的假先知都被杀败，劲不劲？劲啊，不是赶一只鬼啊，赶那些最最最强大的茅山法师啊，当然不是啊，当天没有，当时还没有，但是已经是当代最厉害的行邪术巫术的，都能够得胜。所以，我似乎可能，一起说可能，加密山是神山，是耶和华的山。阿们，大声说阿们哦，然后那黑门山还是吗？刚才你们阿们的人，那黑门山是神的耶和华的山吗？有人阿们吗？啊，那最高的山又很可怜哦，你们又撇下他，贪心忘旧啊，认识新的后面的忘记，那我还要介绍多一座山，好多基督徒也很喜欢啊，它的名字叫做八福山，一起说八福山。喜不喜欢祝福？喜欢得不得了，一起说喜欢得不得了，太喜欢祝福了，所以最重要要有祝福，无论是哪一位牧师 请为我们祝福，那祝福真的有效吗？一起说太有效了，真的很有效，还是八种的祝福
当然有好多的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在这座山上你会发现，你可以听到这些花草树木的风声啊，这种风声不是那种很恐怖的风声，在加密山上你听的风声像是呜呜啊，如果是黑天黑的你心会怕，但在八福山吹的那种风呜啊，比皇家山吹的风还要凉快啊，很呜，然后你听到小鸟在唱歌，很舒服的，还有一点海声，因为就在这个加利利海旁八福山，所以这么多的祝福。哎呀，主啊，如果没有一些属灵征战也无所谓，如果我能够经历八福啊，都吃不了啊。所以八福山可以叫做耶和华的山吗？一起说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好了，那还有一座山哦，这个叫做塔伯山，一起说塔伯山。塔伯山有一点像我们广东话讲的不贼沟啊，像吗？有点像不贼沟啊。那耶稣带了他三位最爱的门徒上去山上面啊，不要害怕，我不会问你哪三位啊，但是你大概知道是谁。那上到山上面，耶稣登山变相，叮叮，哦，他变成有这个神性的样子，蛮有荣，不但荣耀，还叫做荣光彰显出来。哇，耶稣不单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约翰，马太福音耶稣是王，马可福音耶稣是人，有人性。路加，对不起，马可福音耶稣像头牛这样做一个仆人，路加福音耶稣是人，约翰福音讲着道成了肉身。哦，耶稣是神，耶稣就是神。那耶稣在塔伯山叮叮变相，彰显他的神性。所以哇，那么神啊，塔伯山应该算是神山，阿们。你们的眼中开始茫然了，一起说不茫然，大声说阿们。所以塔伯山，或者我这样问你， 马太福音是福音书，是圣经吗？阿们啊。马可福音也讲着耶稣，那讲着耶稣怎样，像故事都一样啊，这福音书，那这四卷书都讲着耶稣，虽然从不同的 perspective， 不同的角度，但每一本书我们都阿们了。所以塔伯山我也觉得是神山。哦，耶稣在上面变我，哦，耶稣都还没有在我们附近哪一座山变这么厉害啊。那还有一座山被犹太人叫做，如果你去到，你问中东的人或犹太人，他们会说，哎，那座冒火的山啊，他们心领神会了，就知道这座山叫做西乃山。西乃山，当他们过了红海以后，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了这个十句话、十诫，那我相信不是五条左边、五条右边，我相信是十条在一个版，另外十条在一个版啊。为什么？一起说签 contract 啊！有没有买过屋子？有没有卖过屋子？有没有去过律师楼？那这个 contract 两份一定要是一样的，对吗？有没有 contract 而是 OK 卖方签一到五，然后买方签六到十，然后就是valid 的，有这样的 contract 吗？啊，没有啊。在座我知道有一位是律师啊，我爸爸已故了，我父亲很喜欢听他讲到，是没有这样的 contract， 两个 contract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嘛，那你签的跟我签的是一样嘛，那他才 valid 嘛，对吗？所以西乃山上，我觉得神应该是这里十条，这里十条了啊，一个是上帝签的，另外一个是由摩西领代表百姓收的了。
Okay, so 证明我们你是我的百姓，我是你的神。所以西乃山上领受神的话语，一起说神的话语，或者神的律法，或者神的约，把不止 contract 啊 ，covenant 和约比 contract 更神圣了 ，covenant。所以我觉得西乃山是签 contract 的地方。又领受神的话，那西乃山应该算是神山嘛？阿门。啊，感谢主，你们越来越敢阿门了。那个 momentum 开始回来，好，我们再看下一座。哎呀，黄牧师你又来了，橄榄山。橄榄山当天我在上面，有机会啊，能够上到去。有一次这个异端邪说啊，他就异端啊，东方闪电啊，他就说，耶稣已经回来了。我说圣经说耶稣回来的时候脚踏橄榄山，在撒加利亚书写的脚踏橄榄山，所以耶稣回来是脚踏在什么山上？啊，重复一起说橄榄山。啊，不是印度山，不是恐龙山，不是华人的哪一座山啊，不是韩国的哪一座山啊，不是印度哪一座山，美国、英国哪一座山？一起说都不是，一起说橄榄山。所以任何一个人告诉你耶稣回来了，然后他不是脚踏橄榄山啊，他通通讲的都是废话，就是异端。阿门。很简单清楚明了，那耶稣脚踏橄榄山的时候，橄榄山会发生什么事情？裂开两半，一起说裂开两半，然后全世界都知道耶稣回来。为什么那么厉害啊？台湾这样震一震，我们全世界都知道，何况橄榄山整座山裂两半，没有人会不知道了。那我就那个异端就对我说耶稣回来了，我说耶稣圣经说耶稣脚踏橄榄山回来，他讲是啊，对了对了，耶稣就从橄榄山回来了啊，他吹我就继续考他啊，他不知道我是牧师。那我说没有哦，因为我去到以色列的时候，我在橄榄山，那橄榄山没有裂开哦，还是很美的哦啊，这上面就是橄榄还是美美的。他说裂了了，我说裂了不可能，我不知道，裂了了、哦、所以啊，那些异端真的是乱乱来了、哦、我再考一考你们、啊、很容易辨别异端的。耶稣回来脚踏在哪一座山上？橄榄山。那耶稣好像，如果有人说哎呀回来了回来了，他就是啊，就是从橄榄山回来了，好像那个狼来了狼来了啦、啊、我是你妈妈派来的，他就改了，顺着来改了。你说橄榄山耶稣降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橄榄山会裂开两半、啊、一定裂开 BAM 说、so, 橄榄山代表耶稣，耶稣在哪里升天？橄榄山。耶稣降临又会降在哪里？橄榄山。容易吗？一起说太容易了啊！Pastor出圣经题一定要出这题，我们包对的，阿们。我们这题是送分题了 ，SLA 的弟兄姐妹一定会答。所以橄榄山，耶稣升天，然后耶稣下来也在橄榄山。橄榄山代表末后的指望。啊，刚才我们领受圣餐，同心领受圣餐，要领到什么时候？保罗说要领这个圣餐，直到，一起说直到。主再来，所以我们要一路领。那为什么一直要领？比如说今天我结婚了，然后我要彩排，我就每一个拜六礼拜，我就召集在结婚之前，我就一路彩排一路彩排。那什么时候我不需要再彩排？什么时候我结婚了过后就不用彩排？为什么？因为结了嘛，你还彩排来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纪念主，纪念主，我们在彩排彩排彩排，什么时候就已经不需要彩排？主再来，我们吃的不是这个杯啊，我们吃的是圣宴，主耶稣的宴席哦，那个就
就是最完美的。所以橄榄山预表了耶稣的再来，预表了我们仰望他，好像领圣餐，我们纪念耶稣2000年前为我们死，为我们受的鞭伤，同时我们也仰望他将会再来，他的美好的宴席啊，橄榄山，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我觉得橄榄山也是神山，阿门。啊，哎呀，还有一种叫做耶路撒冷，一起说耶路撒冷。圣经记载耶路撒冷记载的非常传神啊，他说上耶路撒冷，一起说上耶路撒冷。他没有说下耶路撒冷的哦，啊，我们会下九河下马六甲，对吗？啊，我们不会说我上九河嘛，啊，除非你从新加坡，可能你说我上去九河，哦，我上槟城，我上阿罗斯塔，啊，马来西亚的你们听得懂我说什么吗？太懂了哦。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上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对了，它不是谷啊，所以圣经写的每一句都是对的。他说上耶路撒冷，真的是上啊！耶稣带门徒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一座山。那这个照片呢，我在这个橄榄山上拍的。那橄榄山上面可以望到耶路撒冷另外一座山，你在发现我在这座山走下来，然后再上去，就会上到耶路撒冷了。所以耶路撒冷是整个以色列的中心，而且圣殿山宗教的中心、信仰的中心，而且这个圣殿山旁边，圣殿山就在耶路撒冷里面一部分。那圣殿山旁边就是这个锡安山，一起说锡安山。哎呀，山来山去开始有点晕了。不用紧啊，再多一座就好了。锡安山就在圣殿山的旁边，是他的隔壁邻居。那讲是讲山啊，其实都在耶路撒冷里面，但是山里面。而圣殿这个锡安山就是王住的山，意思说王住的山。哦，王亲贵胄、达官贵人，通通都在锡安山，而祭司就在圣殿山。那这两座山都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这么厉害，应该算是耶和华的山，耶和华的山，阿们。那还有一座山在城外面，圣经说耶稣在城外面被钉。以赛亚书告诉我们53章，如果没有记错，在城外被钉受苦，如被宰将宰的羊羔。而这座山高不高啊？那这张照片也是我拍的，不是上面那个，下面那张。哎呀，这座山啊，除了基督徒看中它，基本上旁边没人理它的，因为它，我觉得那个这座芙蓉的印度山都比它高，而且它还穿洞了哦，所以它也叫骷髅山，一起说骷髅山，它也叫God God Ta， 你听那个名字知道很随便。God God Ta， 好听一点好不好 ？God God Ta， 有一个名字跟它类似的叫做加略山，一起说加略山。Calvary， 有一座山，我发现有一些教会名字叫做 Calvary， 非常美，非常辉煌。但真正的 Calvary 到今天，这座 Calvary 是穿洞的山，是像骨头的很多洞的，这里洞那里洞，这里洞那里洞，不完美的山。而且这座山不高，还在城外面啊，旁边还有一个 bus station， 非常不起眼啊。耶稣就在这座山上面被钉十字架，
所以犹太人到现在啊都没有办法叫他做神山啊 ，Gogota 希伯来文、亚兰文 Calvary， 直接译作骷髅头、小丘。这座山从以前拍照拍到现在，都叫做好像那个穿衣服啊，很穷啊，这里一个洞，那个洞，一个洞，很简陋，没人理他的。God got 他，格格他，啊，似乎可以这两个这句字哦，可以用两个字的原文字根来拼凑起来。Gav 就是加特的歌利亚，哥利亚，加特的歌利亚加起来就是很可能，一起说很可能，哥哥他。大卫撒母耳记上17:54，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大卫在哪里？做王第一次在希伯伦山，一起说希伯伦山啊，不记得不用紧啊，你们的 pastor 一定要出这题啊啊，所以希伯伦山是大卫第一次登基，第二次在耶路撒冷，当时他不能够进耶路撒冷的，他是小角色，所以即便他砍了哥利亚的头，也只可以放在耶路撒冷的城外面。那放的那个哥利亚的头很可能就放在哥哥他，哥哥他，或者叫做加略山。大卫第一个打赢的敌人是谁啊？哥利亚，他一个石子就打中他的头。创世纪3:15告诉我们，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神就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神对这个蛇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一起说女人的后裔， singular， 一起说 singular， 单数，特别那一位，不只是他，还是特别的那一位，不是全部，我们都是女人的后裔，有谁不是女人生出来的？是那个好像 Matrix 那套戏啊，由机器里面孕育出来，没有嘛，我们都是女人的后裔，但特别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若要选一位最重要的，她名叫做耶稣。女人的后裔，那特别那位要与蛇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而大卫王也是耶稣基督的始祖，他如同大卫一样，大卫用石子打穿了哥利亚的头，哥利亚的头被割下来，加特的哥利亚他的头被带到格格塔上面。而耶稣也同样在那里打败魔鬼，格格塔，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受死，然后受死前最后一句话他说成了。所以靠着耶稣，我们可以打胜我们生命中最强大的敌人，阿们。耶稣在哪里打胜仗？哥哥他，我告诉大家，黑门山是属于神的，每一座山都是属于神，我们都是属于神，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但如果要被称为耶和华的山，他一定有一个祭坛，一起说祭坛。创世纪22:2，当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啊，哪一座山不知道，大概推断了啊，把它献为燔祭。然后接下来14，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座山也可以称作耶和华的山，
为什么可以称作耶和华的山？因为亚伯拉罕将他的爱子献上。他的爱子多少岁？那时候以撒多少岁？我们不知道，但绝对不是十多岁，也不是小学。犹太人有个传统，他们认为以撒当时候大约33岁，犹太人认为的，他们自己常年推断，最后揣摩，大致上都认为当时候以撒上耶路撒不是耶路撒上这个山上面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要献他的儿子，他儿子多少岁？33岁，老人家要把33岁的男人绑起来放在祭坛上，可能吗？一起说可能，一起说可能，颠了就可能了，爸爸够颠，孩子够听话到够颠啊，颠到够听话，够顺服到颠就可以了。所以那神，我们的父神为什么要差派他的爱子献上给来救我们？一起说疯狂，一起说疯狂，爱我们爱到疯了。耶稣为什么又甘愿33岁半左右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若是我要叫12营的天使来是可以的，一营大概2000到5000都没问题了，那为什么他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一起说疯了了，爱的疯狂，爱的太疯狂。而在这样的山就被称为耶和华的山。保罗说到在腓立比书3:4-6，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如果要讲到做人的本事，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我还是华人中的华人，哇，厉害，我是华人中的贵族。没有，他说我是希伯来人的所生的希伯来人。讲到神的话，我是老师，我是法利赛人，我是逼迫教会的，按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摘，基本上拿100分。所以换作保罗，如果生在我们这个世代，现在教会有讲到这个社会有七座山嘛，第一座山宗教的山，有的人在宗教领域非常标清，有的人在教育领域非常标清，可能最高他可能可以做老师，然后做主任，然后到副校长、校长，然后到督学，然后再上啊，还有等等，他是 top 的。然后医疗，在医疗界上是知名的，不是普通的医生。然后在政治上还是部长等等，媒体上还是当红明星，族群里面他是那个族里面的领袖，在商业界他是大老板。保罗说若我生在这个时候，我在所有的领域里面按肉体而言我都可以做到，劲吗？太劲了。我们如果有一个人在其中一座山上面登上接近山峰，我们都歪逼，对吗？那因为他配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厉害到一个地步，他七座山他都是山顶，保罗可以做到。但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要在这么多个山上面，如果要我选黑门山，如果要我选祝福作为福音的核心，如果要我选加密山属灵征战啊，我的经历就是属灵征战的经历。你们知道我从降头邪术里面被神救拔过来，
用如果属灵征战能够叫做福音的核心，锡安山权柄、耶路撒冷神的产业等等，塔伯山神性、神迹奇事、西乃山甚至神的话语、神学、橄榄山，我们人生的盼望、我们的 vision、 娃娃山、巴福山、基督徒生活的各个习惯、圣殿山等等，我们是在最最了不起、最复兴的教会里面敬拜的等等等等。如果要我夸，保罗说我都不夸，我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他的祝福，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飞椅啊，今天忽然间会该我们是不是敬拜到太厉害，然后神就把通通飞椅都赶走了。 一起说阿们。我在我母亲在15年前过世嘛，然后我父亲在年头过世，然后我现在无父无母了啊，但是很感谢主还有天父，阿门。那在中间的时候，我祷告，我好多为我自己的祷告都不成就，不成就。然后我就说：神，你爱我吗？那恩高是不是离开了？因为我怎样祷告，每一样东西都要经历很多波折。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我因为我母亲是之前没做工了嘛，那她过世了就我们就是心里很难过而已。我父亲过世以后，他有一个工厂，工厂里面那个行业完全是我不熟悉的行业，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需要面对到的问题，大概上两个礼拜才完全解决我父亲工厂的问题。他生病，他离世，很难过。那还不是那个追思礼拜还不是什么最厉害了不起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面对到不同的有钱的、没钱的、要拿钱的、要摆完的啊。做生意的你们都知道不容易的，如果你不是这行，那水很深啊。要一位 pastor 去清掉这些水啊，而有两个人好像大耳窿这样子来骚扰，即便我按照这 law by law 没问题，照样像大耳窿，我用偏的来解决，来嘎叫，我要去面对这些问题。然后我祷告祷告，主啊，奉耶稣的名马上切断，祝福来，没来。然后每一样都要很艰难。我从1月开始啊，我差不多每两天失眠一次，各一天可以睡，然后或者是说3-4天里面只有1天可以睡。那到现在4天里面失眠一天，那你们还听我讲到，我好像不太健康，你好可能还好睡过我。我有什么好夸耀？我只知道像以赛亚书神说，我定义叫他受苦。开始当我很怀疑神的时候，有一天我的会友就说有一个印度人需要赶鬼黄牧师你来。哎呀，平时不叫我来吃饭，就不带叫我来赶鬼，就叫我来。有一个印度人，他刚信主，然后他里面有不饶恕的罪，然后他们奉耶稣的名要你饶恕谁，他就哇，好像那个不知道什么虫，他自动他就彰显出来。他们去了一次不行，那我去，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我行不行了，但我不可以这样说的，硬着头皮上。如果是去年，我一定没问题。我说来，通通叫来。这次我就去，哇，
哇，这么忙啊，还叫我去，我也要一点时间收拾啊，没有时间收拾，马上就叫到就去了。然后他们祷告，一祷告，那个不饶恕的灵又来，哇，我就看着他，我又不会说印度话，我用马来话掺英文，神听得懂了，鬼听得懂，人一般一般，猜一下，我奉in Jesus' name, you damn damn, Galua, silently, 哦，这样的话，我掺着，结果发生什么事，就走了，哦，什么事都没有的释放，然后我好像那个恩膏从来没有离开过，但为什么我为我自己祷告的这么不没有果效，不 effective 的。那刚才在敬拜、我沾了你们的光，那个虫跑到我的衣服里面，那还穿过我的裤子，怎样进去我都不知道，我就是想尽办法了，所以你看我一直在拜了。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走，真的走了。然后为别人祷告都成就，为自己，你就是要我，哎呀，主啊，给我好好睡觉可以不可以？我到个地步，我的舌头因为失眠过度，这里肿了，我讲话现在有一点口吃发热气。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比我还健康，但神为什么还愿意用我？不是我厉害了嘛，对吗？不是，一起说恩典。因为哥哥他，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今天我们只高举耶稣并他十字架。如果这么多的山要我提，你会提哪一座山？我可以请师母弹奏一点的音乐。如果今天真的要你选，当然都是神的，都是神的，你会不会？你可能会说，感谢主给我做生意的恩赐，感谢主给我口才，感谢主给我唱歌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都是好的，一起说都是阿们的。但你有没有把你的失败不是交托给神啊，献上给神使用？你说可能吗？主，把我的失败，我不藏起来都偷笑了，还要我拿出来，还有很多问题还没解决的，还要我不是交托给你，我献上给你用，像哥哥他，主啊，你还能用我吗？有时候不是犯了罪，有时候我们受苦是犯了罪，有时候是神定义要你受苦，但是他没有离开你，如同他没有离开我一样。有时候神定义在一个不短的时间，一起说不短的时间，但也不会永远，叫你和我体会他的十字架，甚至你会怀疑自己说，父啊，如果可以将这杯挪去，
他喝的杯是苦的，我们刚才喝的杯是甜的。弟兄姐妹，这一篇道是我写下我感觉到最有恩膏的一篇道，我可以感受到神很强的恩膏，不是说我赚了几百万几百万，你看神可以帮我还了几百万，你那几千块哈几十千是十十岁，我不是在讲这种道，今天我没有说那种不对，因为我也经历，但今天有一种道，就是不但把你的神解决了你一切问题，神带领你步步高升，神更大祝福你，所以哇，我要成为主的见证。今天我们挖得更深一点，我要你相信，即便你很软弱，即便你的问题还在，但是神还是能够大大使用你。阿们，格格他神使用他的恩膏流过，使我们这正在经历这软弱和不顺的人，因为他定义要我们能够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不是永远，但他现在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和我有一点类似，神定义要让你处在这种两难又煎熬的里面，可是那恩膏却还在，神似乎没有帮助你，神似乎还是要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但凡耶稣所祷告的人都得医治，耶稣本身还是要走那条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口吃让神用，你愿不愿意把你现在被人视为藐视的事情献给神用，你愿不愿意，好像我现在我的舌头里面有一点肿，我说的可能没有平时那么好听，但是我依旧让神用，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软弱也献给主用？阿们，好，我们站立起来好吗？所以今天耶利米不是要来向大家自夸，今天是我们与主同背十字架的一天，今天不但把神帮助你的事来做见证，今天甚至也预备把你的苦也成为在受苦人当中的安慰。刚才唱的最后一首歌，如果你听过我的见证，当时我父亲被抓进这个扣留所，在营会里面，台上的人唱着这首歌，哦，你爱永不变，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上天，我说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然后我就哭很大声，我说主啊，我父亲现在在 lock up， 我已故的父亲之前在被 lock up， 我说你永远不会与我隔绝啊，我懂我懂，但是我地上的父亲要与我隔绝，但我一唱，结果我父亲隔两天就被释放出来，哇，这首歌在我的心里面刚强壮胆。那同样我父亲离世了，我也会唱，你永远不与我爱隔绝，让我父亲醒了过来吧，让他复活吧，恢复一个哇，我能够孝顺父亲病愈 的情况好吗？没有，这次我唱的时候我父亲没有起来，是以后他会复活。那这个经历代表什么？
如果你也没有父亲，我与你一起同哀哭，我了解你的情况，我能够明白你的孤单。弟兄姐妹，我不是说神没有能力的，我是说今天让我们同时把神给你的恩赐、神给你的帮助献给他用，同时间也把你生命的羞辱、软弱、缺陷、不能逆转的事也同样献给主，让这个格格他成为你生命最荣耀的一件事情，看主能够做什么。阿们，阿们。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一面唱我们一面交托。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无悔，献命你极大恩惠，让我们更深体会你的十字架，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用最深，我伤心我凄美，我生离或死别，也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沧海桑田，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我们花一点点时间，主没有责怪你的怀疑，主也没有责怪为什么你在这个情况中你流泪，为什么你皱着眉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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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主只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再一次把十字架刻画得更深，更深，使我们在传讲他大能的时候，你也同时能够体会人的难处，以心酸苦楚。把你的软弱献给主，把你的缺陷，不但求主解决你的缺陷，求主使用我们的缺陷，将你的缺陷献给主，将你的遗憾也献给主。你说，主啊，我的悲伤有什么价值？主说，把你的悲伤献给我。主啊，我很孤单，孤单的人有什么用？就说有用的，有用的，把你的孤单献给我。
我在灵里看见有一座山，有很多座很多的座的山在它的前面把它遮挡，但是今天似乎那座哥哥他前面的山都越来越透明，反而哥哥他不是很高，是最矮的山，或者他不并不能叫山，他甚至只可以叫做一个小小山丘。他非常不起眼，但是他现在显着起来。神暂时把黑门山拿走，神暂时把巴弗山拿走，神把通通有荣耀的山拿走，在你的身上现在开始建立他的十字架。神挖挖挖，把你的心都挖透了。神会恢复的，弟兄姐妹，把你内心最深处献给主，把你的内心最深处献给主，他会恢复的。很多人会说是你犯了罪，是你做了这个事导致这件事。主说这一切我的宝血都洗净，那为什么我还处在这个情况？因为我定义要叫你受苦，好叫你能够知道如何跟随我。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SLA 当中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如今我活着，我在人当中我不知道别的，我真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愿主大大使用每一位，愿主将每一座山的荣耀都赏给每一位，也更加更加盼望，更愿十字架格格他格格他成为 SLA 教会每位弟兄姐妹心中最重要耶和华的山。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一起说阿们阿们。把时间交给你们的牧师。